1零一第十八章，好注意哦，第一个部分是写坐标位置的哈，是这一个。啊，小朋友，你如果看到这个影片，你还没有先点的啊，没有进行时间的，就要先去进行时间了哈。第四七个影片，老师忘记提醒了啊。从第十六章是哈，从甲乙丙丁的乙。 就只有三个影片，然后从第十七章小孩子的纸开始就没有静心时间了啊，所以从第十七章开始就没有静心时间的影片。但是小朋友要先写啊，所以老师一直在讲这个，一直在讲这个讲这个。如果你静心时间还没点的， 好，现在就先去点检查完之后都通过了，才来看这个影片。我们会直接讲字怎么写了哈、哦。那目前我们虽然讲字怎么写之后，老师也不做了哈，因为外面外面老师的教材都是直接让你写哈，没有像老师这样子讲的这么仔细啊。哈、哦，我们讲的很清楚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笔了哈。 那前面的范例，小朋友可以看到哈，很多小朋友第一笔都写错位置了，特别记起来哈。那增加了别的小朋友写的影片，虽然会看比较久，但是可以提醒你哦，要注意什么。很多小朋友都会怎么写哈，那这个很多小朋友都写到几号呢？写到八号、七号，也有人写到六号的。 就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写，所以脑中要先有什么呢？十号，好，他第一笔就写在十号的旁边下笔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几号写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里是十号的中间旁边，我觉得小朋友都会写太左边，所以我们不要写九号，我们要写九点五。 就盯着这一条线，中间旁边线，好，那它是几楼呢？这个字比较，嗯、比较特别啊，它、哦、是感觉又有长景扁的，因为有长横，它肯定就是要写长横才好看。可是呢，这感觉又有点高度哈，它、哦、是几画？一二三四，四画是五画以内。 一般我们不会写超过十五，可是这超过了哦，写到快十六哈。但是呢，我们根据我们前面看的书法家的字呢，这个字要偏扁形是比较好看，所以我们这一笔大概写在十五楼的上面一点点，也不用写太高。 好，接下来它的第二第一个问题的后面是先往几点三十分方向写。好，应该是六点三十分。好，所以你答案写六就好。好，那你们的第一笔是这样子哦，一，哇，跟我们写国字不一样哈、哦，学校教这样子一。1, 撇跟长顿点，好，叫撇顿点是一个笔画，撇顿点，好，所以往六点三十分之后先写下来。老师是建议先写直的，后面再往六点三十分。啊，没有那么多哦，尽量写直啊。这个啊，我们打字幕上来好了。 这一笔尽量写直一点，最后再撇过来，撇到转折点，撇到几楼？啊，这边看几楼，或是几号几楼？哈，来，几号几楼？这里撇到老师的建议哈。齁 这个是几号呢？七。老师的建议是写到七点。几楼？九楼。七点五号，九楼。好，因为如果写到七，小朋友会写太弯，这个字就不好看了啊。所以就是说，一个字偏向哪个地方？ 老师会给你一个建议啊、哦，虽然实际上它可能不是这个位置，那可能靠哪一个地方写比较好啊、哦？老师会提醒。哦、这个要写直一点比较好看，所以写到七点五号就好。这边看起来是七点二、七点一，那老师建议写七点五啊。几楼？九楼？那这个很多小朋友写错，不是写到十楼，不然就写到八楼。 你记得哦，这笔写到下来之后，往六点半的方向走，自然的写过来，然后写到九，这个九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啊，重点，所以要记起来。接下来长顿点一样哦，我们前面应该小朋友的范例老师就会用时钟介绍了。 你不能写直直的哈，到时候我们等一下会介绍那个撇顿点的写法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强调，这其实是有点抛物线，这一个大时钟，大时钟的一部分，有点远远的哈。好，他会写到几号几楼，手臂点几号几楼。 几号？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三号多，大概是十三点五。好，那这个也是一样哈。老师建议你是写到十三点五，它可能十三多而已。为什么？很多人这一笔都写很短，所以我们可以写到十三点五或。 十四，14, 这个要长一点才会好看啊。好，几楼呢？六楼多。好，六点五楼，快到六。好，这是第一笔的部分。 接下来是第二笔的部分，我们来看起笔点要对谁？第二笔是这一笔，起笔点要对谁？对这里，或者是你怎么想？这里的中间在上面一点点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写这一笔的中间，好，你在写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一笔嘛。 会看到这里，好，你就找到中间再高一点，好，往基点写，再注意一下，好，所以对这里的中间好了，对这里蛮蛮模糊的哈，所以写到中间的上面这一笔中间的上面一点点，好，写到哪里？很明显就要对这里啊、哦，好，在它的。 左边一点点，第二笔收笔点要对写，对这里。好，第一笔比较特别啊，记得先找到你写出来中间，再比它高一点。好，很特别的对法。好，这是第二笔的部分。 接下来第三笔，第三笔要对谁？这个很多人会写错的。哈，我们先来看，我们说这边写到九，那这边就是什么十？然后这个横是什么横？长横。可是你会看到说，哦，老师，这个应该是三点多了，没错。有哪些字可能不是在四跟十六了？女就是其中一个。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有无的无无，就是没有的意思的那个无，或是舞蹈的舞上面那个部分哈，它的横要写很长才会好看，所以我们就特别记起来，这个也是要特别长的长横，所以从三点多写写到十六点多了啊，但是老师那天教一个小朋友写一年级的。 他就写这样子，而且一直没有写对，他都写这么高，写很高，所以你要怎么找到这个位置？这里九，这里十，所以这边三点多，然后比它高一个铅笔心，再往上走，这样这个字就好看了。所以老师给你一个重点，就是。 你只要比它高一个铅笔芯，你在写的时候，你就要这样想哈。好,好，我们来试一次哦。六点多，六点半。好，这个有抛物线，长一点比较好看。接下来下一笔，中间的上面一点点，你几个铅笔芯？两个或三个的铅笔芯圆。 好，撇写过来，六点多，大概是七点，然后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幅度要写好。接下来下一笔怎么写？重点来了，找到它，然后再往上一个铅笔芯，从这里写，长横一。好，记得，就是这里的上面，只要一个铅笔芯，嗯、很多人都会写错。 啊，所以把这个重点找出来，这个字就会漂亮了哈。好，我们介绍到这里。